宾利修理车 Bentayga， 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投射灯，它有空金属呢，装一个 B 不够，要装四个 B。其实我这样看起来。应该就他了。对哦，你说买这台车吗？好哦，不要再做了，再做真的会睡不着觉。欢迎收看超派人生，我是主持人超哥，现在在内湖的遇见好车，一个很危险的地方。遇见好车就专卖豪车，所以为什么小夫说它很危险的原因就是，你看，全部都是高级车。对你来说很危险，对我们来说还好。买不起的，一点危险都没有，真是拿你没办法呢。那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品牌，叫做宾利，这一台是 Enage。这一台是穆萨，有念对吗？对 ，Enage。Enage， 我觉得今天不错哦。我问了，这么难念你都记得起来。我问了三次。劳斯莱斯在现今的车坛，当然地位是非常非常崇高的。再来就是宾利，所以我觉得宾利也是一代传奇，应该要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我觉得你的车库就缺对翅膀。好哇、啊。我之前差点跟 James 哥买一台宾利敞篷，我有传给你看嘛，对不对？白车红内装，里程数几千公里，所以说遇见好车，只卖好车，超百。我们介绍我们的老朋友遇见好车的 James 哥，来，嗨，谢谢，谢谢。超哥的那台车现在在哪？那台车已经被买走了，不好意思。不会，但是我一定会帮你买一台。不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。其实我帮你找到。其实兄弟，我不缺车，因为我的车，我现在应该有八台车了。对。然后，如果我又买宾利敞篷，我阿图拉又快交车了，那这样子我有十台车，就十全十美了。重点是他们引进的车辆都是最新的，比方说像后面那一台宾利的修理车，对，很黑港，2020年，7000公里，7000公里，对对，其实里程都很低。那只要跟我们买车，都保固一年，全车保固。看这个，这业界没有人这样做，就我们做，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车有信心。我车只要一回来。我一定把里面，比如说一些可能比较劣化的一些管路啊、零件啊，其实我们都会先换掉，该换的东西我都把它处理好，所以客人基本上开出去不会遇到问题。我想遇见好车能提供这样的服务，叫一年保固，对，这个就代表他们对自己的车的要求非常高，而且非常有信心。我们先请 James 哥帮我们介绍一下劳斯莱斯、宾利。还有迈巴赫这三个品牌之间的关联。最早以前劳斯莱斯宾利是隶属于两家公司，可是之后劳斯莱斯收购宾利了，所以他们变成一家同一家公司。那等到1990几的时候呢 ，VAG 集团才把宾利买走，啊，劳斯莱斯就是被 BMW 集团收购。迈巴赫以前它是一个独立的一家公司，其实它后来就被宾士给收购，所以你现在看到有很多迈巴赫，只有侧边是一个迈巴赫的 logo， 可是前面其实还是一个宾士。不过说起。劳斯莱斯跟宾利，他们有一个共通点，都是英国贵族御用，女王御用，对，皇家御用，这非常非常的尊贵了。那我们请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台车。这一台是2003，这个引擎其实很有来头，它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发的，6750cc 的引擎。这个从这个角度看起来还是好漂亮，你看，其实你注意看这两个的这一块，看起来很像。真的啊，它就是前后代车款啊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它的标不一样，那个开始改用立标，它这个 B 会飞的 B， 装 B 就已经很厉害了。这个是一个会飞的 B。这个引擎呢，你可以看到它上面这个名牌上写6.75 liter， 然后又加上 twin turbo， twin turbo， 它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八缸。我可以再把另外这台母上的那个引擎盖也打开。这台是2012。2012，对，2003，差十年，然后引擎是一样的，但是有做了调校，去符合环保的法规。我想英国车的精髓就是
不在于它马力有多强劲，哎呦哦哦哦哦哦哦，不在于它马力有多强劲，而是在它的内装。对，2012年，就是距今已经10年前，有这样的东西其实很先进，而且到现在这个看起来都不过时，很漂亮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宾利它的特色，就是它用的皮都是用牛的头层皮，它有分头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，最好的皮就是牛的头层，只要牛的皮肤上有那种，比方说受伤啊，都不能，对，蚊子咬到都不能够拿来当这个内装使用。你会发现它所有能够包覆的地方，它全部都用皮，基本上是你绝对看不到用塑胶，连屋顶，这屋顶都是真皮。它的这个空调的出风口要把它关闭，跟劳斯莱斯一模一样，就是有一根这个可以你往下压。就把风关起来，对，没错，打开，很有趣哈，就是英国车就坚持这个传统。那请那个 James 哥帮我们发动一下 ，OK。这个引擎宁静度很不错。这个引擎其实算是声音应该算比较大一点的，它一开始发动有那个声浪，马上就降下来。对，没错。现在我们窗户打开，还是觉得它蛮安静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隔壁那一台。这个车真的就看起来就是很古典。这个年代的产品有它独特的美。这个车尾巴哦，喜欢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爱。哦，这台车的内装也很漂亮的，跟新款的不一样的风味。你看它这个是压纹，不像现在金属标。两个世代的宾利，这一台说真的，我坐进来不觉得它已经显老态了，它反而有那种岁月沉淀之下的美。这个就是80-90年代那个时候的那个感觉，鱼鳞纹饰板，这个在现在的宾利其实还是有。我觉得这个很经典啊，我刚刚很惊讶，这个饰板我觉得很美。那我们可以发动一下，让大家听一下这个车子的声音。然后这一台车啊，我第一次开这个车的时候啊，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排档。等一下，你已经开过无数个宾利了，你居然会找不到？对，我真的找不到。代表它很特别，对，很特别。那跟那一台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还是这一台的这个是坏的。那算了，不要给他乱按。好，公布答案。公布在哪里？这个往上啊，抽起来。我靠！好不好？靠！真的往上抽起来，我试一下。抽起来。真的哎。对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最后是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想说干这傻小，要用力拉。我们刚刚看了很古典的宾利，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比较新款的宾利休旅车 Bentayga。 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投射灯，你会发现它有空金榫，它这个就是它的100周年纪念徽。这个是选配，对，这个是选配。人家说装逼装到天上去了，这个连地上都要装逼，好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它4个门都装。哦，4个门都装。一般人都只装2个门，这个很特别，它是装了4个门。装一个逼不够，要装4个逼，4个逼。这个车厂已经百年了，对，它是从1919到。2019，所以这台是在2019生产，但是它是2020年式的车。你只要有看到这个 logo 的，就是在那一年生产的，而且上面就有写哦，1919，右边有写2019，只要是在这一年生产的都有这个 logo。这个新车价大概1600多万，它真的内装真的无敌，好漂亮，这质感就是有新车的感觉。当然了，开7000公里而已。其实我这样看下来，应该就它了。哎，对哦，你说买这台车吗？好像还不错，十全十美哦。好哦，而且它这个有菱格纹，你注意看它的侧边，然后还有它的背后，对，其实它的菱格纹非常漂亮。这个跟库里南，库里南的话就比较高一点。库里南的话，我们大概下个月也有一台会到台湾，所以到时候再邀请超哥来试驾，看哪一台比较适合。所以在遇见好车，不要乱许愿，它一定会让你口袋破洞。超哥今天晚上回去要不要问一下苏菲？我买车不问老婆的啦。啊，真的、哦、哇。这个方向盘真的很漂亮，因为这个旧款的味道，新款的味道，但是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好。
它的萤幕其实比较大，那它内建其实就已经开始都有 CarPlay 了，它整个所有的电子设备的部分已经都做了改善，整体来说其实已经很接近现在一些双 B 的一些豪华的电子配备使用上面其实都差不多了。有宾利这第一台休旅车啊，对，没错，对，劳斯莱斯库里南也是第一台休旅车啊，大家都要这一块市场。因为他们都看到 Urus， 对 Urus 大卖，不要再做了，再做真的会睡不着觉。超哥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玩具，可以让你看一下，这个可以拿起来，这个变电动，对，你可以去控制那个冷气啊、椅子啊。哦，这跟商务舱一样啊，因为坐在后座的是老板，那老板。如果你要控制全车的，比方说音响大小声啊，空调的冷热程度啦、啊，你如果要再用嘴巴叫司机的话，倒不如就是用这样子一个，没办法，爽爽是爽到苏菲啊，跟贝拉爸爸电动玩具。这台车你说那时候选配到好大概1600，差不多1600。那现在这台车遇见好车卖多少钱？我们现在卖998万。然后还有一年保固，车有问题找你们就对了，对，找我们就对了。这个车不会有问题的，开7000公里有个屁问题啊！车才2年而已。非常谢谢 James 哥帮我们介绍这个英国顶尖皇室御用的品牌 Bentley。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引进新的不同的车，像劳斯莱斯的 Phantom 最新款的我们也有引进，休旅车库里南也有引进。哎，你讲完是你讲，你讲，我听不到。不管我们现在能不能够消费得起，起码可以经由我们的频道，经由遇见好车这样子的车商，让我们可以去慢慢的了解这些品牌。有些时候多看看这些多元的东西，然后经过我们的介绍以后，我相信可以让大家多很多不同的知识。谢谢 James 哥，谢谢。喜欢我们节目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让你看见不一样的专卖好车的遇见好车，超派。我需要找看看有没有那个笔，可以装在我车上面。你说你的 C250 Coupe， 你只能装2个 B， 因为你是双门的，有没有？这个是4门，这个有4个 B。